花莲慈济医院承办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东区劳工健康服务中心的计划。那这个计划主要呢，就是在协助宜兰、花莲、台东各事业单位呢，他们落实四大计划，也就是预防过劳，以及呢因为人因工程所造成的肌肉骨骼损伤，还有职场母性关怀，以及呢这个因为执行业务遭受不法侵害的预防。那这个我们这些劳工朋友如果有工作上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工作压力、工作适应，还有护工等等问题呢，都可以到我们中心来寻求协助，我们会安排专业人员来协助解决。健康服务中心，欢迎您。